这边特别帮大家介绍的是长崎的路面电车。那路面电车是长崎这边市区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总共有四条路线可以到达各大的观光景点，非常方便。平常搭乘路面电车的话，单次不论距离，大人是140元日币，小朋友是70元日币。列车的班次非常多，也可以透过 APP 来看看现在列车抵达哪里哦。推荐大家如果来长崎一日游，可以买电车一日乘车券，才600元日币，无限次数搭乘。特别注意的是，这个在车内是没有贩售的，要在长崎车站的观光案内所或者是长崎车站内的绿色窗口购买。长崎路面电车很有趣的是，它有各式各样的颜色，像是台式红色。这也是刚进来的，同一条路线都是五号线到银茶屋的，只是它每一台电车长得都有一点不同，这个就比较新型的电路的感觉。那我刚刚搭乘的那种就是红白相间的，就光开他们的铁路电车就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样式。这是三号的，比较旧式的三号路线的路面电车，它走的是比较复古感，才会很可爱吧。看每一台车长得不一样，就觉得很童趣。拜拜。这个也是三号，你看颜色完全不一样哦，黄色的。那搭乘路面电车的部分是从后门上车，前门下车。上车的时候，如果你有电子卡券的话，可以先刷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是一日券，就下车再给司机看过就可以了。路面电车啊，他们就是在长崎的市区街道的要道上，它就都在马路的正中间，就是他们的轨道。然后总共有四条路线。四条路线都有很多很多的景点可以直接抵达跟指引。后面有救护车来，很大声。然后像我现在要去的是曲坊神社这个地点，然后它有一个站就是曲坊神社，对，曲坊神社，对，那直接就可以搭乘到神社前面的这个站，然后走路上去也是蛮方便的。然后你看曲坊神社这边的站牌，它就结合了他们景点的特色，它是用那种神社的那种灯柱的造型。那我们现在要去曲坊神社，下了那个地铁站的地下道之后，就可以看到那个指示。日本很方便，就是到哪里它的指示标志都非常的清楚。那光是一个小小的地下道，其实都有介绍很多，像这个曲坊神社的一些内容，很可爱。必须说哈，这个路面电车啊，它的景点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啦。那我们就挑了一个曲坊神社的部分做一个简单的铁路电车介绍的结合，让你们看看，就是如果你们透过搭铁路电车的方式旅行起来，会不会有困扰的感觉？目前是很方便，我现在走出曲坊神社站，马上就看到我们的神社入口。曲坊神社，这是神社的入口，是不是超近？那我们刚刚走上来的地下道，就在神社前面。走访神社有另外一部影片，有详细的介绍，点选上方连结就可以直接前往哦。那我们曲坊神社这个站已经去看过神社的部分，那我们回到那个路面电车的车站。然后准备下一站，我们就接着路面电车顺着往。对，那现在是在这。等一下，我们去连静桥站。对，稍等一下，电车就来了。那这个是我们的五号车，粉红色的五号车。然后现在来眼镜桥站，没咖喱。眼镜桥这边到了，然后你可以看阿北那边站了一个指示标，往这边走就是去眼镜桥站。那我们现在赶快过马路。来去眼镜桥站，它在两个站的中间，要走一点点路，但是不会太远。对，刚那个车站走下来，其实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到眼镜桥了。这边有一个桥，这个是一个拱门而已，它的后面那一座就是眼镜桥，他们可以边走过去。噔噔，你看到眼镜？有没有？
面电车，就是简单的帮大家带到介绍一下，就是看看它有多方便。那我们现在在眼镜桥上，待会我们就继续搭着路面电车到其他的景点去了。那如果你们来长崎的话，喜欢这种路面电车的感觉，推荐你们一定要来。那小小的 vlog 就推荐给你们，喜欢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哦，拜拜。